什么哦？叶修天，你想再回荒调，卖戆咯？其实的人不安好心，你若不回去，也只会被利用到死之日。我知晓，但花非花，生死未明。我希望荒调再探知一路。苏焕金回来了，我到三亚里定的平安无事等。是讲奈比你所讲的时间早了一日，而且你奈加带一个囡仔等，详情用后再议。如凡可有心中此事安置？是，看起来无上真济变数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再问。叶秀天，管理信息，所有心事，怎样了吗？是。苏焕金，你成功立入中阴界，斩击阴棍的事情办了如何了？说我即将击阴棍，传说斩头了。好、哦，哇，那这样花费花意不久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？将我也说清楚。哦，给掠走花非花，威胁叶小天身负风调之下，并且也叫天府元凶将此信息传达伊哩，要你停止毁灭阴棍的动作，你唔知吗？哈、啊，哇，系咯，看你的心情，就知影你根本无接到来自刁三记的任何信息，先勿紧张，如意记心性。要杀花非花，必须交割天下。是我不顾花非花安危，才逼他杀人。但伊无这样做，代表伊另有盘算。花非花目前应是无用，我马上一瞬即探其想法。我一力同行，此时尚不宜正面交锋，所崩靠积极探出花非花形势。若你同行，即便你我一力皆有接触，必须有所防范。请你在此等待，我必来探出一个结果。是，父王。是大师，贫僧就来恭贺你自中阴界平安回返，请另有一事相求，但遂无妨。中阴界天师来报，遂命你挟持洪太师传回苦境之事。什么？都这些？说不可惜与洪太师同行，但挟持之事有太凶巧，而说不亦断言，中阴界必须要求回乡，以说不交涉大回洪太师。对此，说不只能说抱歉。喂，苏焕金哦，你到底想讲什么哦？此事苏某自有分寸，请大师相信苏某之决定。我现在仍有要事待办，乃至再上回乡与大师相随。我也再来催你。苏焕金，洪太子之事请勿声张。任何人来偷，皆不能告出。我想往荒调一行。哦，乃安妮。